本节目由奥利奥独家冠名播出，好吃好玩奥利奥，满满心动好味道，泡泡按一蹦，换量好心动。本节目由越洗越滋润的多芬沐浴露赞助播出，本节目由花清香茶腥味的康师傅茉莉茶赞助播出。血脉无糖口香糖，潮酷便携，随时随地分享持久美味。本节目由血脉特别合作赞助播出。思维师澳洲自然营养品，健康新时尚。本节目由思维师行业赞助播出。增阳好新风，自由深呼吸。本节目由开机三分钟，满屋是新风的海信新风空调赞助播出。猴哥，杨姐，我以为你往这边散。今天怎么样？感觉玩得开心吗？开心啊！欢呼雀跃，原地跳舞。哇、哦！我去洗个手。好。Hello。Hello。哎，刚回来。怎么就你自己的啊？上楼了。你还吃点吗？还？啊、可以。那咱来来来，坐下吃点。前去那个客厅坐。Hello， 王帅。不、哦，王帅，我那时候真叫王帅。那你小名叫帅帅吗？我姥姥他们家就那我姥姥小区嘛，里头那个爷爷老街坊都叫我大帅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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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挺好玩的。那你小名叫什么？我没有小名。那你爸妈怎么叫你？我妈叫我名。没有那种昵称吗？没有，我妈喜欢我的时候叫我依依，然后呢极其想念我叫我宝贝，然后生气的时候叫翻译兰。宝贝不挺好，多么好，多么亲昵的称呼呀。那你爸要有一天叫你宝贝，你会说什么？我爸都不理我，我爸我感觉他很少主动找我说话。那他会看到我殴打你，他会不会来找我呀？那肯定不至于。改名是因为你太淘气了。小时候确实，牙就是被同学用那个铁的那，就你这种保温杯给磕掉了一块，真的。就是我跟别人打闹，然后他拿那个水瓶抡我。那现在还好吗？没事，就是一点点破了一点点。但我真的好好笑。我也不是说去主动的是跟别人打架，但是就是那种无意间就被伤到了。无伤了。好宅男的，太惨了。吃瓜脸，那你给我拍照可以不？拍照吧。等一下。别聊那些。等一下。嗯。把袜子。你又不露酒、啊。我想一下，这样不好看。我优雅一些。你杯子。你杯子怎么摔成这样？气的。真是精神。砸你！我来砸你。你先想想姿势。你好专业。不是我，有点什么？你今天好像很开心。对，今天有曾哥。先拍一张。哦，第一张不是。你这样不是啊，真幽默呀。气死我了，好可爱。给你们俩拍。 OK OK。 来，一二三。我不是那很白了吗？不是我太黑，我觉得不太阳光好看。哇，很搭。我脸比你的两倍大哦。真的哎，你脸好大呀。他躲你后面。哇哦，都不错。真的吗？我觉得你现在进步了。哎，真的不错。我觉得还行。真的不错、哦、我给你看看我那天拍的你。不是，他们就是说你说你不错，你不要非要再贬低我一下。我没有贬低你。
我想出去。走吧。你不冷吗？要不要穿个衣服？不冷。你知道他们多久回来？今天累吗？不累啊，这不挺开心的吗？累跟开心不冲突的呀。开心了就不累了。其实有的时候我真的很开心，但是我不太知道怎么表达。就是这个挺好的表达方式，就是吃着吃着饭，突然趁身，我好开心。天鹅要展翅，哎，我还是仙鹤，仙鹤要展翅。下次就是感到开心的时候，突然就，我就明白了，哇，你是开心了。那你平时还会跳那个？来北京练的比较少，就转去跳爵士跟 hip hop。嗯。没想到哦，就我跟你不太一样，我可能在比如说芭蕾舞社里那个团里就是比较差的那个人，很多时候我都是偏幕后，就是我会给大家做一些比较碎的工作，但是我觉得这个演出也有我贡献的一部分力，当他展现给大家看的时候，我依然非常开心，我很自豪，就很乐意当拼图，就是一整块很美好的画卷里面其中一块拼图，我也是搞团体运动的嘛，就是很多时候 你踢比赛一个队，可能每个人分工的不同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那种付出的那种区域跟职责吧，就是每个人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了，整个球队才会好。对，他跟他蛮同频的。对，来了，谢谢，谢谢。我先拿着吧，一会儿分好了你再拎进去。好呀。好熟悉的感觉呀！Hello，Hello， 哎，哦，碰到了，哈哈 ，Hello，Hello， 就你们吗？你今天好漂亮，谢谢，你今天也好好看，你今天好优雅。跟平时很不一样，我也觉得。哇，这个对话真的是。那我就不进去了。不进去了，拜拜。休息。我也回去了，拜拜。拜拜。拜拜。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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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。奇奇怪怪的气氛。完了，姐，曾哥也回来啦。哎呦，哇，可以啊。坐会儿。坐会儿。你坐。我猜你去了一个有蚊子的地方。这是啊，防蚊贴是吗？它有防蚊手环。妹妹回来了吗？没有吧。妹妹跟谁出去玩了你知道吗？不知道。你怎么什么也不知道？我也不该知道。哎呦，不该知道。哎呦，这种你要干嘛？你要干嘛？他撒娇。咱就是咱少说两句啊，少说两句，先少说两句。哎，这种有点东西哦，有点东西。这个他们已经是情侣了，好不好？爆灯，爆灯。他们俩就是都啊、哦，懂了，都懂。干嘛？你不让我说话行吗？我禁言，就闭嘴。别，你再也别跟我说话了，以后打手语。咱俩多余了，曾老师。我今天一天已经习惯了，我今天已经多余了一天了。你别笑。
消停。大情骂俏。曾哥和侯姐都是空气。对耶。啊，要不要回去喝点水啥？嗯，走吧。可能讲太多了。回去喝点水，喝点水。Hello 呀。嗨。Hello 啊。过来吃冰激凌吧。是曾哥他们做的吗？嗯。我喝个水。这贴的哦，防蚊贴。嗯，好期待他明天跟侯姐的约会。因为他们明天还要约，我估计他现在心里想法已经跟在跟杨姐约会之前已经不太一样。回来了。我，你走吧，我还得收拾东西呢。我真走了。你真走啊？哎，姐们憋不住了，我等不了你啊！大大咧咧的。我要上厕所，姐妹们憋不住了啊！嗯，你好可爱啊。哦，有行动吗？你别说，这个冰淇淋还挺冰的。冰淇淋啊，前一天一起做的甜点。你做过了吧？我今天绝了，姐妹们，开心吗？你带回来了什么？好吃啊！你们昨天做这个很好吃，快尝解手艺。我刚想说呢，我说回来得啊，这杯子好好看，好像新出的。没有，哎，它里面还是保温的呢。好好苦，我去洗个手。从那回来他都没说话。Hello。所以我不是倒数第一个吗？你不是，卢克还没回来呢。妹妹也没回。嗯。那很简单。嗯。曾老师今天干嘛去了？今天啊，今天打工去了呀。上班。所以大家都回来了，就是我。那个呢？好的，我赶快尝一尝。你裙子好漂亮呀！当然了，你好像那种迪士尼公主上说话的那种。当然了，是吧？真真一直在想还可以说什么。对，好像还行，还不错。但我觉得他听到好运这样说，今天很开心，他会有很多压力。但我觉得他今天肯定为了明天做了一些准备。吃饭了吗？吃了。在外面吃的。嗯，我们俩在家里吃的。真哥回来最早了，然后本来说我们两个今天约会一下的。你没去吗？我那张卡片给他了。嗯。哦，就他没有再给任何另外一个女生吗？哦。什么？蔫儿了。对，我换过水了。他是提醒你换花。
啊？该换花了是吧？对，该换花了。我实在吃不了了。对，我就刚刚想说，你要是太冰了，就别吃了。我怕你肠胃不舒服。你给他放这儿，放这儿。一线吃瓜。回来了。来了。我帮你拿这个。一会儿再给你。嗯。这是谁啊？这是卢克。哎，给。就你拿这个。走吧。哎呀呀呀呀！飞了。我猜咱们小屋应该还有人没回去。是吗？这么肯定？猜。就你们。我这次学会了，我拉直了。拉直。哎，不会现在放下来了吧？应该不至于，没有这么巧吧？来，有人吗？没有人。谢谢，太奇回来了。才回来。我要看一下妹妹，看看妹妹。Hello。啊，你们都在。什么是谁的声音啊 ？Hello。Sorry。你有什么意见吗？Sorry。还有冰激凌。啊哦，我吃冰激凌，披萨，太棒了！冰激凌。你们怎么这么晚才回来？我下班晚了。那边那什么，早在那待着了。是的。我走。拜拜，明天见，妹妹。拜拜。依依跟妹妹超好的，虽然他们不同屋。对呀、啊。你放起来了吗？今天？我觉得是我技术问题。你昨晚放了吗？放了，放了吗？放起来了一次。啊，你们这个轮盘不太好弄。确实。专业就是因为这个问题。先给你培训一下。哎呀，真的是，咱们这个轮盘要每一次要手倒，这很麻烦的。是的。嗯，听见没有？这是。原来不是技术问题，是那个轮盘的问题。替我圆的很好。我去健身一会儿，锻炼一下。咱们回去干嘛？你要看日落，在平静的生活中寻找小确幸。你想玩什么呀？潜水去吧。啊，潜水吗？这合适吗？好好练练吧。这，哎呦，你直接给我，给孩子吓的。给我吓，我直接掉下去了。那我这个就怕这个，算了。就怕什么呀？等现在几率很高，算了。哎，在一起这个感觉真好。你还好吧？我觉得你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自信。对呀、啊，没有自信吗？可能吗？而我觉得就是身边比我优秀人太多了。我有点那种就是老往更好的地方看，就是一直都压力挺大的，我觉得。每个人最开始的出场设置又不一样，我觉得你在你的设置里面已经做得很好。因为我挺幼稚的一个人，觉得就是谈恋爱对我来说就是一种责任。就我之前思维一直想去改变一个，我想就改变他。但我觉得发现改变不了，可能就是考虑的比较少，也不太会哄人什么的。就我叫那个什么宝贝什么宝，这种话我都讲不出口。那你是属于会说那种话的？不会。你也不会、啊？
天天我就别恶心姐妹儿。哎，我觉得是有些就是哎，讲不出口。难呀！但是你想，如果你要想着结婚什么的话，你其实就是后面肯定会有各种各样的矛盾。但是如果就是这些矛盾都不能得以修复的话，就很难。他在思考，哎，就是确实，我觉得这也需要是可以改吧，我觉得。啊，好棒哦！所以我觉得应该还是有一个可以修复的方式。嗯，好正向啊，超棒的。嗯。拜拜。回呀，回去照一照我有没有腹肌了。好。哎，一身汗，我等会儿先去换件衣服。我这个扶一下这个。哎，哎，你最近皮肤有点干啊。最近换季，皮肤确实有点干燥。可以试试这个多酚泡泡沐浴露。哎，我来。用完超级滋润的。感觉最近小屋里大家都在用它。它里面添加了神经酰胺及烟酰胺。能让肌肤滋润又透亮，我来帮你挤吧。好。你看这个泡泡超级绵密，是不是很治愈？真的，摸起来好像一坨奶油啊，好 Q 弹。我现在就去试试。他们的短信内容，马老师，你给我念一下，首先是谁发给谁的？是王哥发给你范姐的。今晚早点睡觉。好，很期待明天可以有机会一起去做你喜欢的事情。笑脸，他好喜欢昂啊！我也有发信息要加昂。你曾哥呢？是发给张金，没错，冰淇淋很好吃。来，你猴哥，哦，哇，他终于变了。今天跟你一起很开心。我说了什么？不是马老师，你这边，那人家约会完总得回应一下嘛。那你刚刚怎么跟我说的不是这个呢？很重要，真的，因为杨姐有问他，我加入小屋，你有比较开心吗？对，因为这句问很重要。孙哥，在高架上偶遇一次完整的落日，我的脑袋里也开满了向日葵。哎呀！Look 给了妹妹，相信自己，做闪光的自己。OK， 齐哥，你那么善解人意，一定会找到一直让你做小孩的人。哇，漂亮！那个人就是你。还有女生呢，女生还发呢。OK， 那就给你写个小作文吧。阿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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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明天见，好好休息。啊！哇，被你念出来真的是。哇、今天的夕阳追上了，哈哈，辛苦了，确实是个挺细腻的人哈，谢谢你的用心呀。好，侯姐发给了孙哥，从粉紫色到深黑色，他们两个人的信息都是在讲日落，有默契哦。嗯 ，OK， 下一个，今天超开心，你值得被一直坚定的选择。对。还是希望能让你感受到真实又充分展示自己的我。哇哦，嗯 ，get 到了。刘姐说的是，明天见。就是，我跟你讲，就是今天晚上先不用多说，明天再讲。漂亮 ，OK。
在城市上空。让我们让他自己在那边干嘛？这两个就很开心。感觉先放这儿吧，明天早上起来再说。给你浅浅展示一下。哇，我没猜错，那个是许愿的那个灯。对，孔明灯。我今天给他拍了一张巨漂亮的。哎，这个不错，我给照的。嗯，你觉得跟我那张很配？跟我那张很配，啊、是不是很仙女？嗯，给我照的都挺好。嗯。哎妈呀，这要读心了。大家其实看到了，我们手中都有大齐写给好运的这封信。我觉得每一字每一句都写得非常的真挚，也是他最想表达的东西。笨拙跟软弱，好真诚。这个信真的超戳的，是的。看完了之后是什么感觉？因为刚才看的过程中你就表达有点，我看我觉得他一直在肯定他，我觉得被别人肯定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。感谢。我不知道为什么。我懂，我懂，我懂，就是有这种东西太真实了。对，我就觉得就是再怎么伤害，我都觉得哦没关系，可以过去。但是就是那种很温暖的事情，我觉得哇、哦、完了完了完了，就是我会这一下我就会很戳我。他说想让你知道你很优秀，今后人生遇到不开心不顺的事，我不要怀疑自己，至少曾经有人被你的魅力所吸。我要冷静一会儿，怎么看别人跟我做选择似的。你也很优秀呢，真的。我懂，我懂，我们都懂，放心。可能我们就是很普通，但是在喜欢你的那个人的眼里，然后你就是闪光的，你身上一些小小的优点都可以被他欣赏和认同，就这种认同的感觉就觉得很满足。是的，毕竟在这里能遇到你已经很幸运了，哈哈哈哈哈！我觉得它是一种缘分，你可以见到这样的一个人。因为其实我觉得我们在生活中呢会见到千万个人，就是很多，然后真的很难有一些人会真正的留下来在你生活中。所以我觉得他确实是很幸运。如果有一个人跟我说他只是见到我已经很幸运了，我会非常非常的感谢。嗯，我觉得我喜欢的话非常的理智。就最后一段，他说：“香薰，我给你选了两个味道，
一个是他观察到的对方，所以他选了这个味道，但是他也分享了他自己喜欢的味道，然后最后他说你一定要告诉我你喜欢的味道，但这个礼物从我买的那一刻就已经属于你了。对，就是我很喜欢这种，就是在彼此还不了解的时候，他会跟你分享我喜欢的东西。对，因为我的这段感情的开始得到第一个礼物就是一把吉他，因为那个时候真的很出奇，所以他说不知道你喜欢什么，所以就送了你我最喜欢的东西。所以我会，哎呦，怎么那么感动？我不是莫名其妙的，我是因为触动了他这个部分，让我觉得哦很棒，就是我自己分析的你是如此，但我也想分享给你我喜欢的味道，那你再告诉我你喜欢哪一个，我们互相分享的那种感觉。哦，他第一句话说原谅我的笨拙跟软弱，我觉得这个也是我自己好像以前一直不敢表达，对我来讲我就觉得好棒的一句话，就是愿意承认自己的不好，然后表达自己的纠结。那爱情为什么那么美好，就是你可以有另外那个人，然后你可以在他面前让他看到你所有的脆弱跟不堪。谢谢给的这个信的美好。拉奇你好棒，真的有被治愈。他写的信真的就是很多的自己的一些注解什么什么，但是就是会看到他的真诚和笨拙跟他的用心。就像他括号里说的，你总是被人围着，我心态崩了，这该死的攀比心格局小了，他格局很大，才会表达出这么真挚且可爱的东西来。对，心理学上有一个词叫内在资源，其实我们每个人内心都有一些东西，它会在我们困难的时候支撑着我们，给我们力量，可能是父母的爱，朋友的肯定。那我觉得这一刻大企鹅就给了好运这样的一个心理资源，在他真的需要支持的时候，他会想起这一刻，就是在给心在供能的一种感觉。对，他会成为这个好运的内在资源，在未来的漫长的人生中陪伴着他，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一生的礼物。大奇，我在你这里。好吧，各位，我们马上又迎来第二天的约会日了，我们看一下第二天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呢？我们一起来看吧。Never really tried to follow. 哎呀，真真的猫咪，哦，那个猫好可爱。啊，这太可爱了！啊，好棒哦！哎，我觉得带动物好好呀，嗯，我喜欢这样的。Hello， 好美！哎呦，我要冲！来，阿比，介绍彼此的宠物。哇，他俩不会打吧？应该不会，应该不会。不妞，拉着点。不妞。嗯，很可爱。哎呀妈呀！没事啊，先接触一下。哎，怎么回事？你别怂啊！怎么回事？好可爱哦！你看他，你看波妞那条腿。没事，没事，没事啊。哎。啊哈，可爱哦！沈老师超可爱。不要紧张。他胆儿小。你平常带他出来遛吗？遛啊，但是一般我妈遛的多。啊。哎呦，他毛好顺呀。漂亮吧？真可爱，他性格好好，还敢亲小狗。对，他以前跟一只巨大的拉布拉多养一块。哦，呀，好可爱！我给你买的花。哇，谢谢！我帮你拿杯子。不用，我。你拿得了吗？你拿花吧。好，我拿花。哎，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哎，什么意思？撒娇娇，这猫完全不认生哎！啊！走！我觉得真真这个约会内容走得很好哎！我也是，我好喜欢，我整个被打动了。来喽！走，蜗牛来了。Hello。给他选文具吧。行，一人选一个，他俩真的
要这个吗？这是好好笑啊！看看你喜欢哪个？喜欢这个吗？就要个小萝卜吧。超可爱的小萝卜。他躺地上扒拉人。他吓的。哦，不怕不怕啊，不怕不怕。漂亮，哎呦，真可爱呀！哇，我好喜欢这个呀！来，过来。我觉得他刚刚很有耐心，大加分哦。走，上去洗澡。啊，金毛、哦，你自己给他洗过澡吗？洗过，但我跟我爸妈一块儿。行，这水温行吗？太烫了，头得稍微凉凉。哎呦，好偶像剧。我们慢点。谢谢。来。哇。蝴蝶结可以，我给你戴上吧。那也行。然后并且只是身体保持直立。可以吧？好嘞。哎，谢谢。谢谢。我帮你加，你给我来吧。我来啊。我。全是泡沫。哇！哎呦，哎呦，这个，哦，哎，这个很亲近哎，这个很好。这下面轻轻绑一下就可以。这样的，我还来个高马尾。好，我肯定比这个小狗叫的声音要大一点。这太甜了，太甜了。他真心真意不会绑哎，还行还行还不错，行就这样。哦，真的还没关系。这个不输大齐帮他耳朵擦药，对，都很靠近，给他眼睛都遮住了。马赛鸡一下，马上好了啊，坚持一下。哦。好开心啊，他们！啊，哦，你小心，别卷住。好啊，好自然的那一下。眼睛都变大了，突然，像整了容一样。下来吧。交给你们，交给你们。哎，就你们可以去公园那一块玩一会儿，带波妞。好。我洗好以后我叫你们。好嘞，好。你们坐会儿，坐会儿，坐。波妞，那杯子里有水吗？有，我抱你一会儿，波妞。他好像个犯错的小孩儿。怎么样？今天洗舒服了？波妞，我觉得家里养个小动物还蛮有意思的。对。波妞，中介。不然能不能给他找到宗介？那谁的朋友的阿比改个名儿？真真好可爱、啊。你冷吗？给你拿个衣服过来。你有吗？我有。很细心。对啊。谢谢。稍微盖一下，还挺厚。哎呀，舒坦舒坦。哎，你是从小就在，你出生就在北京出生吗？海淀妇幼。
那你为啥说你是山东？啊，老家是山东，你爸是山东的。我爸我妈都是山东人。嗯。只不过他们俩就是在北京相遇。哇，我爸我妈的相遇的爱情故事挺好玩的。真的吗？嗯。怎么样？那会儿北京流行那个看店。他是我爸的，万人迷。然后他说，当时，他说当时他们俩成绩最好，他第一，我爸第二，我根本不信。这你不信？我不知道哎，那他们俩读书的时候，我怎么知道？不知道。对。你会喜欢什么样的异性？啊，我。啊。好难说，我感觉就是感觉对了，最终对啊，就是看感觉了。就我发现我每次如果按标准去衡量一个人，可能那个结果不是真的自己喜欢的，就是按照某一种标准去看待对方，可好像相处起来并不是那个样。就你以为你喜欢那样，其实接触下来感觉好像并不是真的喜欢。可能如果喜欢呢才是，就他什么都行，对，他怎么样的，对，因为这些标准都是理性的去框的嘛，但感情是感性的。对对，你喜欢看电影吗？喜欢。你看电影，你除了星际穿越，哇，知道吗？你除了星际穿越，你还看什么？就是你最喜欢的电影。你看过那个《再次出发之纽约遇见你》？我知道那个电影。Begin Again， 对对对对对。We are lost time。对对对对，就是那首。你会唱吗？会。你学一下呗，那个。我以前弹过，我回去练一下。好，那个我也会唱。我觉得他们真的就是有共同话题。对，你平常做什么运动吗？除了跳舞之外，打网球。嗯，你猜我怎么知道你打网球？你怎么知道呢？那天送你的时候，我看你穿的那个衣服就挺像打网球的衣服，上面两个网球拍。哦，他还记得那个新代路上有那个有你的，他真的很细节。我还跟爸爸妈妈爬山。爬什么香山？嗯，我还会滑点雪呢。啊，你滑单板还是双板？单板。你单板双板？我也单板。就是因为之前学的了，然后那个上一个雪季去飞了一下公园，玩坡去了，那不是把肋骨摔坏了。哦，真的？嗯。我跟你讲过吧？没跟我说，你跟别人说的。啊啊啊啊啊啊！别难过，曾老师。曾曾挺可爱的哈。曾曾很可爱啊。然后再也不敢玩公园，但我想学刻滑，就是那中心。嗯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虽然滑的不好，但懂得还不少。那你有想过吗？就你未来，你最理想的状态下，你的一天是怎么样？早点起床，然后换漂亮点。啊。然后出去溜达溜达，然后上个课呀，或者约小姐妹一起逛个街呀。啊，哎呀，这好懒啊，听起来。嗯，
但是还是一定要有一个自己的事业啊。然后下班了吃个饭呀、啊、就回家了，然后看电视。那你还挺好，你这理想的一天至少还有工作。我未来理想的一天也都没有工作了。每天就是起来吃吃了玩玩了玩了养养花什么养养鸟。你的一天都干什么？我想的是我未来比较理想的状态是我可以自己做点吃的。对，早上这个炒这个。这个理想也太远大了，自己做点吃的。我可能起得早一点，出去运动溜达一下，去健个身什么的。对，爬个山。爬山？爬个香山。对呀、啊。好。对呀、啊。打个网球。也太浪漫了吧！太浪漫了。哇！我刚才就有那种感觉，我觉得他们就是享受那个当下就好了，不管会怎么样，那个乡下那个当下就是真的就是好美好。张晶遇到了两个好棒的男人，所以其实。真真还是大齐，其实都可以，对，都很好，很好，他俩。我会选择大齐的原因呢，其实是看张晶的态度状态来分辨，因为我感觉，我们在面对喜欢的人的时候，难免会多了一点点紧张，或者是有一点害羞。那他跟真真本来就是同个小屋住了最久的人，所以他很熟悉。我站大齐，我站真真。我发自内心的觉得他不管选哪个都会过得很幸福。对呀、啊、两个都是好好的男人啊。对。现在就是做蛋糕是一个很受欢迎的一件事。嗯。哇，手工蛋糕。啊、哦。那有正好大家相机可以拍出来。OK。欢迎光临啊！你好，二位好，二位好。你好，你好。我们今天做的是我们的奶油蛋糕。啊，我们要做一个小猫蛋糕。小猫蛋糕听起来很高难度。你个小猫。可是烘焙很难哎。你行吗？切耳朵，一人来一个吧。好，那你先切一个，我切一个跟你差不多大的。你还有一个小耳朵。嗯。咋弄的？不是，我是斜着的。挨得好近啊！哦。这你可以给它做一个竖着的耳朵，也可以。嗯。我觉得我这减肥了。这怎么办呀？这个算是撒娇吗？嗯，这怎么办呀？不是，我们给他来个理发。我觉得 OK 了，我觉得特别 OK。差不多。嗯。其实裹上奶油以后就好看了，觉得。OK， 我觉得这边 OK 了。没有发现你的耳朵掉下去了。哦，啊，这，这可怎么办？两个干嘛一起悄悄话啊？啊！哦，
啊，哎呦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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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怎么插满了吸管？刺猬，我们做了个刺猬。来，太难了，这个。哈哈哈哈哈！这个真是。为什么要说悄悄话？他们为什么呀？他们好像在秘密中心，都是嘘。对呀。哎，我以后不干，肯定不会干艺术这个东西了。卢克好像明显开心一些。哎，你之前是不是也在那个国外留过学？是啊。嗯，你在哪边啊？我都不知道。我在墨尔本。哦，墨尔本哪个学校？莫纳什。哦，那你就学 finance 吗？我学 banking。哦，不是什么 accounting。accounting。我之前是 banking finance， 然后后来转专业了。开学之前转到 accounting 去了。嗯，那你平时喜欢什么音乐啊什么的吗？音乐，以前喜欢听民谣之类的，现在喜欢听摇滚，然后说唱。哦。听我上大学组个摇滚乐队的。哇。啊。我唱过 ACDC。 哎呦，好硬啊。哇，好硬核，这么狠。我唱过 ACDC。 你是哇，共同的话题。对。哎，其实我跟 rapper 也合作过，我也自己写过 verse。 哇，优秀，太优秀了。喜欢做这件事情，我就会把它做到想能尽全力做呗。对，然后我就想把它做到一个我比较满意的程度。他在展示他自己了。嗯，才女。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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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这现在算是应该算什么风格？叫巴勒音乐。巴勒。嗯。BALAD。 巴拉就 pop music。 对，巴拉就是。他们两个真的很享受。哎，对呀。你看到我的粉色了是吗？哎呦，粉色了是吗？哎呦，你小心点，你小心点。我的，哎。他们为什么总是这种悄悄话？那也还蛮甜的。嗯，所以他就是也有一种他的恋爱技巧呀，对吧？他的恋爱技巧就是悄悄话，两个人也更靠近。对啊。男生也不知不觉地跟着他来。你这一天一直都无济于事，我今儿得从侧面看一下。就是快看。我觉得我们现在还有救。差不多这样。但是他们很开心哎。我觉得挺好的，但有一种很酷的感觉。墨镜还是挺好看的。这是我们的艺术，我们的创作。呦呦呦呦呦！哎呦呦呦呦呦！哎呦呦呦呦呦！哎呦呦呦！卢克非常小心，我根本就不担心他，因为我觉得就是人各有命。哎呦呦！哎呦！哎呦！那你现在是？我就是做在教育机构嘛。哦，那如果以后有更好的机会的话，你想发展创作？我觉得这是个很大的决定，所以我到现在都没有说完全我可以放弃我现在的职业，然后去做一个全职的音乐人。感觉创作一首歌真的挺难的吧？嗯，
我一直心里想的是我没有接受过专业的训练，我一直觉得我可能不太够，所以一直也在努力上课什么的。我觉得任何东西都是越学越觉得自己不够。我喜欢阶段性的去完成自己想做的事儿。我觉得这样比较实在，很真实。哇，活出了真实的自我。这辈子可能在这些方面就没有发展的前景了。没事儿，我觉得欣赏也是也可以，爱听也 OK 的。其实我感觉就是一首歌好不好听，它其实最前奏那点曲出来以后就能知道了。黄金十五秒。我觉得是面对别的事情也一样。为什么？面对别的事情是什么意思？就是怎么着，一个好的开始很重要。对，我觉得一个好的开始挺重要的。有一个好的开始。他觉得这个女生是发光的，两个人也更靠近。对，他们一开始做的不好的时候，他们就在悄悄话了呀。我觉得他们萌芽了啦。本节目由奥利奥独家冠名播出，好吃好玩，奥利奥满满心动好味道，炫迈无糖口香糖，潮酷便携，随时随地分享持久美味。本节目由炫迈特别合作赞助播出。小屋第二天的约会日了。哇，猴哥先靓仔哇！猴哥猴姐 ，Hello。哇，还捧一束花，好可爱啊！走，换衣服潜水。哇哦！这好美哦！哇，也太美了吧！好美，好酷啊！太浪漫了！牵手啦！可以再下一趟。太甜了啦！哎呦，锁死了，锁死了！我真觉得小酸真可以，真的。就希望你能够在小屋里找到喜欢自己也自己喜欢的人。哇！猴子来了，是他在告别，是他。我想去洗个头发了，我受不了了。你怎么了？告白失败。哇！我的妈呀！我明白，他放不开你的爱。好听，好听耶！男生会弹吉他真的很加分。咱俩把这个要不要扔出去？行。好好好。被大齐撞见，大齐他好像也懂了些什么。来日这几天怎么样？有心动的人吗？我能反弹先问你吗？我回归地面了。哎，为什么齐哥给了？哇！你看，只能这热气的早餐店，透不过去。睡醒又开始新的一天，摩天大楼下城市很美，云层之中有甜蜜的约会，可我还有永远开不完的会。通话哪怕迟一天，我也有用心体验的单曲，爱才不会辜负夏天。丘比特放出了箭，被车撞视而不见，勇敢一点，向前走，向前走，有微光在眼里闪烁，这是心动的信号。上微博，进入心动的信号话题页，选出让你心动的名场面。更多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，欢迎打开新浪新闻界面新闻，至于成果娱乐影视聚焦环球在线一点资讯，了解节目更多内容。感谢中华万年历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。
你自己